大家好，我是宝妹，我是阿波，欢迎咱所有的乡亲好朋友继续捧场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依然是阿波老师甲宝妹伫遮为你服务主持。住宅方面、政府方面无清楚、无了解，6338601。好啦，老师来看这个西瓜丁、西瓜田，伊请教你的问题是有关线虫跟根瘤线虫不同吗？这个线虫哈是一个统称啦吼，就是讲啊，因为伫咱这个台湾吼，算咱会去拄到的一个线虫吼，大概都有这种啊，这个线虫吼，这个线虫啊，那么这个统称啊，大概就统称啊。那么这种但是呢，伊个线虫内底伊都伊个分吼，比如讲啊，第有一个柑橘线虫，有虾米款的一个啊，无同款的吼，根腐线虫，然后会产生着根瘤的这个根瘤线虫吼，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啊，这种无同款的一个类型，比如讲咱人啊，人都分黑人啊，有这个白人吼，这个。啊，咱黄种人吼，各有这种这个啊，什么款哈，这无同款啊，大概就这样子啊。咱伫咧啊，对咱来讲，可能因为这个线虫伫啊，伊起码吼，这个已经很特别吼。线虫在啊分类里面，它是一个很独特的吼，这个界门吼，这植物界哈啊，动物门哈，这门呢，这线虫呢，起码已经是伫分类学上呢是属一个很独立的，叫线虫门。啊，这是世界上数量上多，然后可能伊是仅次于昆虫的这个多细胞动物，吼、哦，即内底它的种类非常的这个多。那么伊大概拢透明啊，非常细，吼、哦，即有个人讲伊目睭看会到，吼、哦，一般通常正常的人目睭应该是看袂到，吼、哦，大概都需要在啊显微镜底下才能去观察齁、哦、全世界这个线虫的这种类有几百万种啊，但是呢有命名的大概应该有几千种，是应该是有啦齁、哦、那么目前大概是这样，但是伊伫原来吼，这种物件是原底吼，古早时代是生长在海洋当中，常年演化吼。那么即卖已经伫陆地、海洋各种的即个生态环境内底，更加恶劣的即个所在，包括南极，包括啥物呢啊，拢有看到。那么即个线虫有分几啊种吼，比如讲大体上有一种呢啊，伊是即个腐，伊食即个细菌吼，即种呢。那么以这种物件呢，这腐生型的吼，这食肉吼，这种以细菌为食，各有的是寄生型的这个线虫。那么有寄生型的线虫都有两种吼，一个是食菜，一个食肉。哦，比如讲，所以也当简单来讲，是讲伊食细菌，这个食植物、食动物。啊，那食动物的呢，对咱就无啥物，对咱拢是算好的吼，比如讲。嘛袂当讲对咱是好诶，对咱种植诶人是好诶，因为啊，伊一寡即个线虫呢，伊会当去寄生伫啊，比如讲像有诶即个虫吼，因为线虫那种一个导弹吼、哦，那么伊即马入去了，伊身躯有迄个黑将军啊，线虫吼、哦、啊，伊系啥物件，伊带入去啊，伊感染即个黑将军啊，是安怎，伊袂随死啦吼，但是呢，伊啊有可能也就跟着啊入去伫即个啊某一个即个。昆虫内底，吼、哦，啊，就感染，吼、哦，所以有这种动物性的一个寄生性的一个线虫，那么够这种植物寄生性的一个线虫，所以啊，伫咱真侪包括这种动物寄生性的一个线虫，这嘛是咱比较担心的一挂只的啊这些东西，吼、哦，所以这目前来个看起啊，全世界吼、哦、都。啊，伫这种研究线虫内底吼，即足侪人吼，因为伊是一个最构造最简单的一个多细胞生物嘛吼、哦，那么它有一个很特别，线虫有一个叫回春现象吼，伊拄着恶劣环境的时阵呢，伊会把身体该抛弃的全部抛弃，只留下重要的一个 DNA、RNA 一个结构吼、哦，那么这物件呢，非常的一个啊，该保留起来，保留起来了呢。啊，拄到环境恢复的时阵，他又恢复到他青春年少哈、哦，啊，这个真无简单哈、哦，所以有人讲他可以回春哈、哦，等到呢拄到这个恶劣环境，那种讲凤凰呢，
啊，爱浴火重生哈、哦，这个蒜糖嘛是有这种的一个这个情形的。那么专精者这个研究哈、哦，这啊、这目前研究有一种叫做啊，一个什么秀丽隐杆线虫哈、哦，这个这种的这线虫，它很小哦，它全身大概只有1000个细胞哈。哦啊，每一个细胞的一个发育哈，比如讲伊为什么发育做这个细胞，这个细胞有啥物功能，它怎么发育的哈？所以这内底啊，这含这个 RNA 一个这个啊，这种信息的这个传递呢，就有足大的一个关系。所以因为足简单的，所以咱会提来研究。比如讲像咱咧研究植物的时阵呢，啊，咱足容易啊，很喜欢拿一个叫做阿拉伯芥哈、啊。那么这个阿拉伯芥呢，它就是一个比较。啊，算咱叫做改称作一个叫做啊，一个典型的一个这种植物的一个典型哈、哦，这个啊，这种类似像这个啊油菜，有的叫做女男芥哈、哦，还是什么款哈、哦，这个、阿拉伯草哈、哦，那么就是一个啊比较特殊的在。诶，卡扎克岭，那我们都认为它是一种杂草哦，但是因为它就很，你这类生物学上在研究的时候呢，啊，也生命周期上面各方面呢，啊，在植物学啦，以及遗传学来对呢，它是一种模式生物哈、哦，这类、个、啊，因为有一个相对更加细一个这类基因组哈，就讲伊的基因非常的简单。啊，虽然它是一棵植物，但是它的基因相对很简单，所以它是这个很容易，这个基因就被完整的这个测序，哎，当去了解。所以你要了解分子生物学，要包括植物是安怎开花，安怎啊，这个葵花什么向光性，什么有诶无这哈、哦。那么这通常伊的，因为伊较简单嘛，哦，它只有啊，这个伊的这个。DNA 很简单、哦、大概100多万对、哦、这跟人比起来呢、啊、差了好几个等级、哦这啊、所以也可以改这个做研究、哦、这植物学家就去研究它就很简单、哦、然后就所谓的一个叫做、啊、模式植物、哦、就是它很简单所以、啊、也当去做这研究、啊、这在植物界来的、啊、就已经很了解很清楚、哦、所以实验室来的呢啊，它就很容易从因为种子啊，未萌发到种子成熟，那个时间嘛足短，你甲种落哈啊，种落，哎，即马开始大，大概当开花一个月尔。哦，所以这较容易毕业啦，看好朋友怎样，他比较容易毕业啊。比如讲像阮迄阵呢啊，咧种咧做这个研究，那么种番茄啊，种番茄呢一阵雨来啊，番茄死翘翘。啊，你得分呀！哎，大家面嘛乌起哦，你都唔知变哪啊来改这个啊变哪来改毕业哦，所以大概是安尼哦。所以用的是一个叫做模式生物。那么在动物里面哈、哦，因为这个线虫呢啊，它是一个它只有1000个细胞，那1000个细胞的时阵呢，它就很容易去研究它哈、哦。当然不是所有线虫都是1000个细胞，是这个秀丽隐杆线虫，这个很特别，因为这耳生物的人啊，大概对这个秀丽隐杆线虫，对这个阿拉伯芥，特别对耳植物的人哦，这你做分生的人，你若无了解这个啊秀丽隐杆线虫，阿、啊、无你就是爱去做，就是你若耳植物的这些分子生物学，那你大概啊一辈子都会碰到哦，一定会碰到这阿拉伯芥哦，这种叫做这个。啊，模式生物哈，所以这个线虫，独家讲的这个线虫呢，那么当然就很厉害哈。那么尤其植物些寄生线虫哈，也有一个口针哈，也可以吸取咱植物的这些营养，而且也大量繁殖啊，和咱的这个遮不住伤口，还是讲啊造成这个损失哈。所以这蒜虫是咱啊在咱栽培内底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哈、哦，这真予咱真困扰的一个所在啦哈、哦，所以呢啊，好朋友呢一定爱小知影者哈，这个啊大概呢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哦，所以啊，你有杂工，这个也没有办法哈、哦，这个有时候真的啊就很让人困扰啊、哦，就予人就困扰哈、哦。那么但是呢，咱对于这个越了解哈、哦，就越觉得呢。啊，这个世界呢，就是讲你若卖去了解讲伊对咱的一个种伤害啦，吼，先不要啊，先不要去说对咱栽培作物的这伤害，咱先跟他讲啊，咱的一个的啊，经过的一个这种大自然来对，那你会觉得它挺有趣的，哇，它为什么这个生物吼、哦、这么的这个有意思啊？这啊，这大概是
对，讲你若比卖去改看伊好歹啦吼，但是你若想着讲啊，伊和咱的一个鸡啊啦吼，一个蛤蟆币啦吼，桥啦吼，大概咱的作物呢啊，这个拢造成伤害吼，那你大概呢就会比较啊，对于就会恨得牙痒痒的吼。那么底线种来对吼，这个根瘤线虫大概是比较多吼，啊，当然就柑橘类，各有柑橘线虫，各有这个啊南方根虎线虫，啊，伊这部赶快呢解这线虫啊，啊，所以这啊一般咱度掉通常底鬼啊类的这栽培来对呢啊，这个根瘤线虫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咱咧用这种啊线虫的这个防治哦，咱即嘛啊伫这个研究来对，就是讲较早咱用真侪这种啊放线菌啊，什么以后，然后发现效果不是特别的有效哦。其实啊，明明的实验来对对线虫那种很强的抑制效果，但是呢啊，发现讲的实际在应用的时阵，改成啊，作物的表现那种无咱啊汉尼好。啊，后来才了解到，因为伊个金手霜，金手霜其实咱爱会回等诶，所以咱即马的啊，改双剂合一吼，一个是抬线虫，一个是活菌诶，当快速即个恢复成长，啊，这两项改配做伙咧用呢，啊，这个效果呢就特别的好吼，所以有当家你也看到啊，咱有咧推荐大家好的朋友呢，啊，用即、这个。限制级哈，那么这物件呢，也第一呢，就是讲医生和线虫呢啊，这个族群减少在第一。那说来去，说来去，咱就是可以当呢啊，咱伫这个应用的这个当中，好在应用当中呢啊，咱的当和菌呢快速的这成长，快速的这恢复，那么这对着咱整个的这作物的成长都足大的这帮助，这线虫呢啊，这个损害就减较上少。哇！你千万唔通想讲啊，我要甲线虫杀死啊！我跟你讲，伊杀袂死的哈、哦。这个了，远古时代都有伊哈，甲、哦、存在到今嘛哈。所以呢，这个你不要小看这一千多个细胞哈、哦，这里存在了人类长生不老的这个秘诀。所以你的想讲，它有那么简单吗？当然不简单啊、哦。嗯。来6338601 6338601，这是现场扣印专线，好朋友多加的利用。再来看一下我们听友发哥，发哥呢，即讲伊的土豆呢，规丛拢黄化，而且呢，这个坑吼未定，又搁未包林，到底是着什么病？但是只有一两丛啦，哇，这也是要求很完美吼。这个你虽然讲就只有一两颗啦，吼，但是呢，啊，这种这个物件是安尼吼，就是讲也发生这个会黄化啦，吼，就换。那么多数吼，多数咱拄到的这情形呢，啊，大概那无啥物意外吼，无啥物意外呢，啊，拢是这个。因为这站上介严重的大概最严重的是因为淹水，淹水啊，有一个水分较侪吼，然后的真容易有这个叫做官府病吼，官府病啊。那么官府病呢，这个细长的时阵，伊就会掉掉吼，这细长伊就会掉。那么伊会死吼，一直死一直死。那么伫阿姨通常就是伫这个樟头这家家吼，这个樟头这个所在，甲足大樟啊，啊伊嘛呢，后当时啊，你会看到迄款落雨，雨水较侪，温度较悬啊，就我澹澹的时阵啊，然后伊就这个啊连累吼，啊翻黄叶吼，这规樟的打死吼、哦。那么你有当时啊甲揪起来吼、哦，这通常呢啊，你甲揪看卖啊吼，那总共揪起来呢无法多。啊，规丛甲扭起来，啊，这通常就会当表示佫无啥根，啊，这通常就是这个官府病，吼、哦，所以这大概是啊，这款的一个这个情形，吼、哦，所以啊，目前呢，这个但是你这是干呐黄叶啦，吼、哦，就是讲啊，伊无连起，吼、哦，一般呐是这个官府病呢，啊，有可能是伊的这个叫呢，啊，甚至较严重的时阵，吼、哦，就可以看得到它，啊，你看得到伊伫这个丛头迄个所在呢是。啊，是缩缩波波哦哦吼，但是这个目前看出来是没有哈，没有很明显啊，无做明显这个情形，因为啊，这个但是这有得病哈，所以啊，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呢，就是讲那无足严重的哈，这个大概啊，但是伊也较未巴人，因为已经较无正常啊哈，所以啊，第一的有可能这个官府病，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白绢病哈，白绢哈，白绢病嘛安尼，但是白绢病一般你也看到伊的一个长的小花连连，
啊，张开一下遐个波波哦，你看到白色的这个昆虚哈。那么一般通常伫这个高温多湿的这个环境内底，伊就容易来改这发生。那么这拢是咱伫这段时间内底很容易哈，真容易去钓到。但是你也当伫张头一下遐拢会当看到白斑，啊，你这个比较好一点点哦，这无看到这个白斑，所以啊，只看到这个啊较黄色安尼，所以有当时啊一半张啊会黄吼，有个人这可能爱去断定啦哦，因为呢啊，这有可能是这个黄化的一个啊，这个女度假个看起来吼，这种情形呢足成吼啊，因为伊迄、那个。咧黄的时阵吼，黄的不是很正常吼，所以呢，也一边有，一边一边安尼吼，正凹一个了啊，叶啊不会消化渐渐吼，这有可能吼。我个人的判断吼，这个是不是这种情形呢？因为啊、你得爱去稍微了解一下吼，这因为这有可能是一个这个病毒病啦吼，因为拖刀其实有作在这种的一个这个啊、这个病毒吼，这安尼黄黄啊，然后叶啊吼，这主脉这所在安尼啊，然后尾后当时啊臭大臭大吼，所以啊、你这种症状个看起来是比较较像吼，比较较像这个啊、这种。黄化散斑病毒吼，就是讲，大概是一个有可能，因为实在是看未出来是官府病还是这个白癜病的这个状况吼，这有可能是这个啊病毒病的这个问题，尤其你这是到啊特别尾啊，这家家较产三星的吼，这个机会大概都很大吼啊，所以有可能是这个病毒啊，一般那是少少啊拢有吼，这一般那有看到，这就是讲尽量得卖吼一个胃亏去，因为你家己那个老记吼啊，有可能这种病毒呢，它就会啊这个一定呢啊，一定都往伫咱的横面内底吼，并讲咱家己咧老症的时阵呐吼，你一定爱这个尽量会当。经较水的哈，经较水的起来老啊。那么因为这个拖刀的这个病毒病哈，这原因是因为哈，它真的不太容易去处理啊，真歹来改这处理哈，这病毒这，但看因为伊未工作食力的啦，拢通常是慢慢，但看到都拢袂好啊，哈，啊对了啊，这个较无通啊，哈尼好哈，所以呢。啊，这有当时啊，咱尽量那是讲伫咧栽培管理内底吼，这物件呢啊，稍微给他注意一下哦。啊，就是讲，那较严重吼，比如讲，即久内底你看起来，啊，这长无讲解，啊，这都唔当老哦，这唔当去老啊，唔当这部分呢，尽量就讲来黄长的，啊，你尽量都唔当提这来老症哦，这大概是安尼吼，所以这应该是一个这个啊病毒病的这个关系吼、哦。那么目前伫咱。这种病毒吼，大概所有的这个镜头头的所在吼，大概都会有发病啦吼。这有的甚至呢，一群内底吼，差不多100%拢有吼。这作势啊，尤其你若长期有咧镜头头一直循环，一直循环啊，一年你若无去插，啊那是啊一半长啊，一般是无啥要紧吼，应该是啊这个还不是太大的。那个哈啊，唔是足大一个，这个叫呢就无啥要紧吼，所以啊，咱少知影这，但是这是一个啊，因为咱那是禁锢吼，讲一个这所在，你那是禁锢的时阵呢，那么这种病毒的这个防治就足重要，就是讲啊，变落来改这個，你讲我做啥物药啊，做啥物药啊，其实是无啥物款的这個、效果吼、哦，这拖刀的这個病毒呢啊，其实也有蛮多种这个种类，就是讲你世界这個研究内底有去改命名啊，应该是。得20种吼，伫台湾呢，咱知影呢，啊，最少就有3种吼，即、这个黄化散斑病毒、条斑病毒应该是上普遍，搁一个斑纹病毒吼，即、这个、斑纹病毒，即拢是真容易去看到吼，就是讲伫咱台湾较容易去看到，尤其就是三项啊，当然世界看会到的足侪啦吼，即、这个、啊，但是有真侪吼，就因为即款呢爱稍来注意着吼。那么一个这个病毒病来讲呢，咱就是讲啊，会当去选择一个较清晰的吼，袂讲啊，去改育种吼，即、哦、咱啊目前算出来，即基本上对这个病毒呢耐受性都还可以啊，无抗病啊，即、哦、讲抗病拢敢骗的吼，就讲、是、它比较有这个耐受性啊，就是搁一个就是讲。伊一个一段时间了，啊，可能就爱啊，这种你若是要留症，吼、哦，免讲即久啊，介严重，啊，你就卖阁继续留落啊，哦，你会当讲买啊，为外口阁买一个看对一个症了较好，
啊，甲买瓜起来老茧，啊，这样呢后摆就无这个问题，哦，就会比较好一点点。那么咱尽量会当对这个蚜虫这个药呢，该处理好些哈，啊，基本上呢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么对于咱那是这种啊，比如讲得病啊，这个虫吼，这那看讲无啥对等的时阵呢。那么就是说他肥啦吼，这虽然土豆作性肥的，但是有时啊，咱就是讲初期肥卖伤济，伫落定的时阵，那么迄阵呢，大概给他一点适当的一个肥胚管理吼，肥料里啊，他啊种一束束啦。那么一长呢，较惊，有当时啊，就较袂遐搞发作。哦，那像咱人若有健康啊，就较勇惊的时阵呢，啊，就较袂这个啊感冒哦，这大概是。啊，大概是安尼啦吼，所以呢，这啊，目前呢，差不多是这款哈。那么这个反正在咱台湾就是呐，拄到这个病毒呢，咱拢啊讲这个啊，这个消长哦，消长，这基本上这些病毒病拢是蚜虫，拢是这个啊，蓟马蓟贝这物件来解这个影响哈。那么这要小注意者吼，这尽量就是会当去。找到较清气的，看有看吼，啊这啊，那总共有一个这个无讲真有把握吼，那么会当含这种药毒思索，因为你用看袂准啦吼，看起来不啊，个人是讲这个病毒，你啊讲加一半针啊，抠掉就好啊吼，啊这唔通去染到你的痕内底吼，啊这真有可能吼，真有可能的这个情形，所以啊这个有可能是病毒病的这个关系吼，就提供。啊，好，咱就以好朋友哈，你先做者了解哈。来，6338601，6338601，这是咱现场的电话，欢迎乡亲多加的利用。有任何无清楚、无了解问题，拢会当卡咱的电话哦。好，再来看一下听友，看一下听友哈，谢佳玉。谢佳玉有没有请教阿爸老师是有关于菜瓜的底肥是打淡薄啊，大肥细吼，种落了后开花前哦，算讲开花之前都无野肥，但是菜瓜还是算讲小片呢，足旺盛的，足大片的，瓜啊条呢碎掉，阿无开花呢就已经黄去。目前是有结淡薄仔瓜啊，但是生了无讲介济，为着要控制伊，卖讲一直吼，生甜。三分地的这个菜瓜，伫个落雨了又也两盖，拢总是两包半四号加20公斤左右的这个氯化钾，安尼敢有法度改善掉一直即黄的，哦，算讲一直在黄化的这个瓜啊条的问题，啊，那是拄着。这种状况的时阵，这心肺是不是拢爱当心？还是讲暂时可以慢一点哈？这个电一直冲去。另外，就是讲菜瓜是不是有办法可以赶快大细？会比较卡哈，会算讲会较重淡薄，应该是这个意思。另外，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讲慢的这个菜瓜呢，那亲像伊的身长哈，算讲伊的长是不是好到可以生较胖一点点？啊，这是不是爱个加用淡薄啊淡肥？哎，会不会是阴雨天的时候用一点点这个 N9 老师？这喷药的时阵用一挂这个 N9 哈、啊，那么这个对着鬼啊咧大，绝对是有真正面的一个帮助哈。啊，咱就以后朋友哦，这个拍底哦，大肥四号种类甲开花拢无落。这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菜瓜阁是真旺叶、真大片啊。那么你连续乌阴天，你的氮肥的效益都很高哦，所以乌阴伊的这个旱涨，所以啊，有当时啊，就是讲伫较下骹叶呢，那较白的所在哦，因为你真旱涨的时候、旱叶的时阵呢，那么会当改伊。挂叶啊，性格哦，这是第一类哦，就是讲啊，菜瓜叶啊，加烂一挂性格不要紧。啊，另外一种就是讲，你若惊伊电伤过头冲哦，这个啊，这个小瓜来甲伊啊，当心哦，这卖老伤济哦，这种有当时啊，就是讲伫这个歹天的时阵呢啊，这咱真歹来甲伊啊，算。一定爱做一个这个政策，这修正，吼，来讲我小可改啊，改这整理一下，吼，这边讲啊，咱伫这个头啊，这只只啊，我改
做一个这个修剪吼，这整治修剪，然后伊伫这内底呢，就是讲伊即马起来啊，到一定啊，到灯芯啊，后伊这个侧牙小小老一下吼，这大概咱是安尼来甲伊做一个这个处理吼，所以呢，通常是安尼，所以伫这就是讲较下骹许，你会当甲伊规许啊加掉啊，那是。这个分叉吼，那是生你的生有呢，卖互伊拖伤长吼，这个念瓜心掉。那么伫这方面，甲看起来就是讲这个氮肥的部分呢，暂时先不用吼，这唔免伤过头担心啊，因为这目前甲看起来呢，并讲你落你这个伫几啊条细条，所以并讲阿未开花就已经黄去吼，这种呢。你但是呢，这通常是含乌阴有足大一个关系。伊如无生，伊就如旱长、哦、所以咱尽量就是讲会当配合用一寡吼、哦，比如讲伊这个 N 九吼，这种物件你若过一条吼，已经有掉吼、哦。这伊这个伫乌阴天迄阵的就容易消弭吼，伊、哦、个个这个这个化瓜，然后这果啊怎啊无去，怎啊叫旧伊安尼吼。那么这种的情形呢，这日照不足哈，日照不足，伊就是有开花，伊嘛无法多来改这个结果哈。啊，有另外一种情形，那么伊是为什么呢？会去出现到这款呢？这现象，这通常就是因为乌阴天嘛吼，落雨天的时阵呢，伊无授粉，无授粉呢，伊就旧伊哦，就会很容易呢，伊就旧伊，所以未生出来了，伊就叫旧伊吼，所以这种呢，就造成咱咧讲的讲消弭哦，这原因是这家家吼，所以为什么也出现到这款呢？这个现象吼，这乌阴天哦，所以呢。大概伊就是花无授粉，爱就规个就枸杞啊，这大概是安尼。那么一般来讲吼，有几种诶，这个情形会较容易消弭啦吼。那么第一就是这个高温吼，比如讲菜瓜，这温度你唔通讲菜瓜是夏天诶一个这个蔬菜，超过三十几度开花时阵，正经大热吼，菜瓜就足歹种诶吼。温度若伤过头高，那么伊就可能这个营养不良，还是讲伤过头吸热吼，伊就会枸杞啊。过来就是讲低温寡照，吼、哦，这无日照，吼、哦，这低温啊无啥物日照，啊，这连续乌阴天光合作用效率无够，啊，这种你用这个 N 九来补充，吼、哦，这个有效。所以有好朋友甲我讲，奇怪吼、哦，这 N 九是不是通催花？我讲唔是啦，是因为伊这个提高光合作用效率，吼、哦，所以呢，伊这个果啊会当有开花，啊是讲也当正常开花，唔是讲用 N 九去催花，千万你唔通安尼想啊。真侪好朋友呢，有时啊，因为咱人咧想足直接的，就讲、是，我进前拢无果啊，啊，干那生几条，个拢未大，结果 N 九抓来，果啊会大花一直开，哦，这是花果内底啊，足明显的。伊就感觉讲这安尼可能会当催花，唔是啦吼、哦，就是讲伊最主要的是提高光合作用效率啊、哦，那是伫低日照的时阵，你用这个 N 九来做球面。那么这个呢就很重要哈、哦，这物件呢这个效果呢，这相当的一个好势哈、哦。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你那是因为温度高吼，氮肥效益拢会足高。虽然你已经落四合啊，对不？但是呢，因为你的温度高，有氮肥这个、效应啊，钙会流失掉哈、哦。虽然你落四合啊，但是钾肥是容易流失掉的哈、哦。所以就较容易造成这个消弭的这个情形。但是咧消弭有当下是一挂病害的引起的哈，比如讲伊尤其是不是有这个碳酸，是不是有这个这个细菌性搅拌病哈、哦，是不是有这个落菌啊？个看起来你这应该病害倒是还好哈、哦，所以应该是无啥要紧哈、哦。所以这个连续阴雨天啊、哦，这可能最主要是这个部分来解决引起，所以不也是建议讲你用一挂这个 N 九保命呢，这个其实也是很有经验的哈、哦，所以。也讲，是不是用一挂 N 九的卡号没有错哦？这物件就是安尼。那么，但是就是讲，咱适当的一个这个修正哦，这安怎讲叫做适当修正哦？就是讲会当让伊这个卖拖伤长啊少啊，伊、这个一挂营养分哦，先让伊开花起来，因为开花起来伊就袂旱长啊。哦，伊这顶的，因为这是你若无改限制生长哦，伊就一直起来。所以咱适当的一个修正哦，适当的这个修正呢比如讲我甲这个钢叶甲这个主顶来拍掉啊，留几条这个钢叶啊，钢叶出来然后有果啊，我小花搁甲拍掉，像咧种花果安尼吼，拍我这个硬性钢哦，缩尾哈。
啊，这起来呢啊，伊会当增加到伊的一个产量，吼、哦，所以这个啊，适当的这个摘心，吼、哦，毛真好的一个效果，吼、哦，所以这个灯芯的这个部分呢，啊，还是有这个必要，吼、哦，啊，你讲这个啊，两落雨了，吼、哦，分两遍落两包半四盒啊，吼、哦，20公斤的这个氯化钾，吼、哦。那么这部分我是不知道你的面积多宽了哈，这三分地两包半四盒啊，这个量很大哈，这个够了哈啊，所以呢，这个应该拿安尼来操作，应该是钾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所以基本上你就是看这长你的四盒啊，先安尼落得好了哈啊，到时阵呢啊，应该已经进的这个回档啊，等到一个一波，因为今嘛来好天哈。啊，日头出来，伊就果也都足济啊，吼，所以暂时是这款的一个经营。所以遇到这個问题，这个新买吼，你甲阮是不暂时卖回冲，啊，这绝对是有真好的一个这个啊，这個、办法吼，啊，这啊一涨啦，小停起来，伊果啊呢啊就会比较大吼，啊，所以你讲要回伊滴啊啊，这个会当滴啊开大吼。啊那么喷一束啦，这个 N 九吼，这绝对是啊，在这方面你转移来时阵，先做加一束啦 N 九来喷啊，这效果呢相当的好，这提供给咱几位好朋友好，小做者参考好。来6338601，6338601，这是现场的电话，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不清楚不了解，就是卡。可以专线8185。好，接着看一下学菜农，伊问阿伯老师是高丽菜，如果那是用这个中高龄加肥，是不是伤过头扎？使用伫个后面或者是压伫个下骹，是不是造成咱高丽菜呢包较袂硬，重量较无够，还是讲有其他的这个原因？目前呢，伊高丽菜种植时间是66天。是不是还可以当亚淡薄啊肥料？伊是用无人机吼，用无人机在喷洒。这个一般是无建议去啊，高丽菜去落这个高磷钾啦吼，因为高丽菜咱啊、你看伊安尼吼，这对氮肥的这个啊、这个需求量这个很高吼，伫咧包的时阵啊，迄阵小调整一下，这个一般通常是无建议讲啊，你去加落，这个尤其热人吼，寒人你讲要个伊生长的一个这个速度足紧的吼，所以啊会去给他一点高磷钾，一般通常啊补一点钾就可以了，唔免啊唔免得他就是用这个高磷钾吼，所以咱通常啊一咧高丽菜咧施肥的时阵吼。那么这个在有的人是伤过头旱涨，这通常是到热人迄个时阵吼，啊，无这种问题。在这个啊，在这个寒人迄个时阵，吼，因为迄阵伊足适合生长的吼，啊，所以呢，你通常在寒人迄只遐伊伊会比较寒吼，啊，所以通常会啊，差不多在60天、50天、60天之类只，伊开始去用一个这个啊，就是稍微高一点点的一个这种，但是我是拢无建议安尼用吼。你当个氮减少，你唔免用高磷钾。有的人讲用低氮高磷，这个有没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哈。啊，你只要那是钾，这个磷氮钾比例控制好些，那么磷呢都不要太高哈。磷啊，你若有在用溶磷菌哈，这个磷呢你根本。不要去刺激它，因为古当时啊，高丽菜吼用高磷钾料呢，啊，这磷加伤过磷，伤过加管了不要紧，磷伤过头管也足顶白的，吼，非常顶啊，然后足安尼叶啊会袂润的，安尼烧烧吼，去提早老化，迄种菜足烦人嫌的吼，而且有当时啊冰叶真歹看吼，所以我是无建议讲啊，你这款的这个情形吼，所以。啊，你这个高磷钾那是用料，并讲呢用这个啊中高磷钾哦，这滴也嘛是袂讲袂包啦，但是也冰效迄效啊，安尼滴啊反效哦。啊，我是无建议讲你去要哦，你特别呢用这个啊用这个高磷钾哈。那么你也是讲热人哦，热人呢其实滴这个高丽菜内底虽然是滴山顶啦哈啊。阿伯啊嘛是会建议讲你啊落一点啊，哦，就比如讲硝酸钙这类的这个物件吼，这买起这只只吼小大一个，啊，应该伊的一个重量会较有啦吼，你那是要给伊靠重量还是安怎吼？那么给伊落一点啊，这个有呢啊会好一点哦，这个
这个部分是安尼哈，最好你少做者这参考。那么用无人机咧落这个肥的时阵哈，这个飞行高度是要窄哈，你一定要控制好些。其实尤其伊迄风咧神吼，无一定足脚的哈，所以很有技巧哈。比如今嘛，我个人的看法哈，我感觉用无人机咧落肥，哦，迄若无风，足好操作的，足水亏的。哎，落过足满意啊！小可一点啊风吼，你都无满意啊，无好做所以未来可能有可能因为人会去开发一种这个裂吧吼，就是伊个颗粒更均匀的这种肥料。因为你粉啊咧咧压吼，足食力的吼。伊这个尤其吼，迄种肥呐是混合的这个肥料吼，就是讲伊甲几种物件染做伙吼。有的肥是有的复合肥是叫做 VB 混合肥，啥物就是伊个染做伙悄悄的，俩并讲伊就是即行染一样，怎么样悄悄的吼？伊毋是伫制作的这个当中是一个等值的这个核心。那么这种物件有可能染做伙，伊迄个粒啊个控制了无讲大细无足均匀的，有的轻有的重，所以即马吹落吼较重的直接落落，啊轻的也飞起。安尼你听无吼？并讲你落的时阵，落地直直落来，迄个拢是较重的，啊飞起的这种较轻的。那有风的时阵，这就造成这个肥料的不均匀，这有这种情形发生，所以呢，伫无人机的这个肥料还是要再小心一点啊。那么这大概是安尼，尤其你啊用无人机咧喷药品肥，足危险的吼，这蛮危险的，因为伊除非你也当到最少到100倍稀释吼，300倍稀释吼，这通常100倍以上的稀释，啊无呢你若照用个一分地一公斤我偌济水，这个稀释只有20-30倍吼，这真容易去结掉吼，真容易去伤掉啊。那目前个看起来是安尼，所以66天一般通常是差不多啊啦吼，就是讲各会当一遍即个买遍。那么买遍啊，不好时拢会建议讲你小夸个。给他下一点点哈，这种有的人会落五盒啊哈，这大概拢是安尼哈，有的会落个较济，我是感觉五盒啊呢是一个很不错的，就是讲你甲落一点啊五盒啊哈，那么大概就已经是够了啊，这物件哈，这个高龄者你要落呢，差不多是50几天去只，但是弱人一般是无咧落高龄家，好，因为弱人的一个这种有哈算。你讲解转后面会使吼，但是直接用热的迄个量伤过头大，尤其你要用无人机咧喷，那个量吼直接迄个也较无好啦。啊，用后面一说啦，后面讲800倍、1000倍高磷钾，50几天、50天通工啊遐，这我无反对啊，这种效果还不错，伊会刺激伊个，因为咱无济嘛，咱后面。一点点啊，好野时阵，它会刺激它磷比较多，也老化，所以也包起来。啊，你若用压，有当时啊也伤脆，也冰血，哦，迄血啊也很容易外靠过，啊，很容易外靠过。其实有包起来，但是迄血啊很硬，你就感觉无啥包安尼。哦，啊，所以你即阵来可能就是个一遍，应该是结果个一遍五盒啊，吼，大概呢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啊。就提供给咱几位好朋友，吼，你稍做参考啊，来6338601，6338601，这是现场客运专线，欢迎咱乡亲多多利用。继续是咱听友福星幼儿园的曾子伟，你问阿宝老师，这是文旦树啊，伊的叶形呢，拢是安尼黄绿相间，有结果的枝条呢，叶色拢偏黄。现主时呢，阿哥。会付吼，补淡薄啊淡肥嘛，还是做其他的一个相关处理，还是讲伫个采收了后再过来处理。过来就是同一区的园区呢，树有诶亲像吼，安尼就是就是正常诶，叶肥量嘛差不多咧。玉米素、生长素、龙鳞菌、一根保质类诶住宅拢有适应，所以要安怎过来做改善？这个文旦哦，这种较容易黄叶哈。那么这其实不啊，较担心的哦，就是讲由于生济嘛，还会有排有排过吼，所以呢这个进程那是落雨，今年足侪这个文旦园地这种伊也是了啊淹水吼、
那么伊个即个了啊，黄叶，因为最主要的是讲一段时间呢，啊，伊会去造成一挂即、這个啊、浸水有些话有一点啊，即个受伤筋其实是有受伤的哦，所以啊，这种呢，即可能爱小心哦，即、這个啊，咱伫今年吼、哦，真济，因为即马温度悬起来吼、哦，所以你可能伫即个时间内底啊，先爱注意的就是讲。土袂使伤大吼，因为之前已经啊雨水侪，因为你这较平洋的所在嘛，所以也雨水侪。雨水侪，伊可能无你这原来下水也无拄到啊，但是呢，之前甘水侪，甘水侪已经还是多多少少有受伤吼、哦。这啊，真侪拢会是啊。那即马筋那是受伤的时阵，筋的长期缺氧，缺氧伊筋部的生长的受到即个影响的啊，包括一挂水分，一挂即个营养代谢吼、哦，这拢无法度，所以啊，你这无介严重，所以无黄吼，无即个你抽血吼，小可黄安尼哩。小可黄，但是这有严重的落血吼，所以这要稍来注意一下。所以即马尽量就是讲啊，咱伫即个目前来看起来，伊会开始转即个黄血的这中间呢，一定要小心吼、哦，就是讲啊，这应该是去堵水吼、哦，这有这堵水啊。所以咱通常就是啊，伫这方面，因为你堵水了的足重视，就要注意啊，即、这个水分的这个管理吼。即阵啊，你袂使吼伤过好大，所以你水那是有小啊较大小块，你一定要注意水分的补充。因为即阵啊温度高吼、哦，所以伊筋已经受伤，筋已经受伤，伊筋部吸水的这个能力就作歹。那么热人这个时阵，伊是不是高温蒸散作用足强的，所以你水分点都来补充较充足。有的人哦，啊，这伫大陆哦，这已经进步到这个，我感觉这很厉害哈、哦。伊做迄个遮阴网，电动的哈、哦，即马那的，因伊遐足够热哦，伊啊伊小可甲热一下按起来，啊伊种。啊，这个水果的家的做料足好势吼、哦，这个很厉害。啊，但是我感觉那是管理了好吼，那、哦、是无堵水应该是无必要。但是因为最近因为这个啊落雨落干呢吼，所以伊的造成筋其实都有比较弱一点点啊、哦、啊，所以你用这个维他命 B， 用这个青派绿藻吼、哦，这各项呢过来改这个。啊，做些这个处理哦，这个呢很要紧哦，以前特别啊，因为这筋多多少少弄一定的一定的一个这个损失啦吼、哦。那么在这方面，佮看起来呢啊，伊通常就是讲会当恢复伊的这个生长。那你爱看卖者是唔是？你那是较黏，你可能就爱因为你落雨落济吼，伊即马土会夹坏，你就必须要呢啊来佮伊处理吼、哦，所以。啊、第一就是讲，你爱确定讲你诶是毋是做黏土，你诶土若是较黏，伊落雨了一定透气性会变歹，伊就变黄叶。那么你打落肥嘛，无啥物效果吼、哦。所以这个时阵上重要，这个所在就是甲灌啥物灌益根宝啊、哦。这益根宝呢，你要改这个做处理吼、哦。所以你讲益根宝你有咧用，那这个大概呢，这个问题就成立。啊，就是讲即阵就春啊，注意水分的管理啊，淋一些嘛，这个生长素哈、哦。那么大概是这样子。那么伫讲一个这个有诶，你讲讲一句内底有诶叶啊，就较正常，有诶就细微。量拢差不多，有诶较正常，有诶较无正常。有迄有当时啊，啊，每虽然同一区，但是土壤无一定同款，有诶较甘水，所以迄个较黄血诶，也不也是会建议讲啊，你甲灌即、這个，甲灌一遍生长素，哦，甲灌一遍即个生长素，吼，迄个根诶先回转来。那么即个时阵，你甲补一点啊，啊，因为你即阵六月底、七月、八月，哈，啊，即通常结果是会当啊。补一点点啊的一个，我是个人是认为讲啊，你是不是用赶快用四合啊来做这处理啊、哦？就讲、是、有的人会落五合啊，五合啊，那是较黄，你会当用五合啊，但是落薄啊，就讲一丛呢啊，这个控制伊的这个用量啊，卖伤过头济，那卖伤过头济吼啊，咱稍来改这个落一个。那么伊的一个效果呢，啊，就会当起来啊。但是啊，落肥吼是最后的手段哦，落肥是最后的这手段，唔是讲啊，你得先去甲落肥哦。这一般来讲呢，啊，效果无讲真明显啊。通常呢，啊，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所在吼，最重要的所在是讲你先。
你先筋的这个部分先会恢复起，啊，然后注意哈，那总讲，迄个所在那是较黏的，你得用益根宝啊。啊，那是正常，那不讲白啦，白讲足黏的啊，益根宝处理过啊。一般咱一水内底大概结结两遍，一年大概就两次就已经很足够了啊。这用伤济嘛不好啊。啊，这种物件用伤济，其实还是有副作用的啊。这我当时啊，伊的这个透气性的一个药呢，伤过头好嘛，袂使。所以咱一般就是讲袂使用伤济哈。那么大概就是一年大概就两次，就是一年一分地不能超过五公升，啊，咱家己也较保守咧。有诶讲啊，不好我试过啊，一日无，即个十日无要紧，啊，唔免啦，即五日就足好用啊。你有啥要用到十日？所以控制即个量，伊就无问题啊。啊，过来就是讲即个较黄诶，即个部分甲伊补一束啦，吼，甲补一寡即个啊，即个青海绿藻，吼，小甲灌一下，吼，啊，即生藻素这种物件呢，啊，稍微给它灌一下，吼，这应该啊，效果呢就会比较好一点点，吼。那么正常有诶会去啊，比如讲去甲下一束啦，这种豆头，吼，啊，但是呢。你若下豆头，你要注意吼，这唔通下伤接近长卡的这所在啊，这稍微啊放在其他地方。啊，一般那是无，咱就是用这种啊，这个大概就是讲这个啊五号吼，五号这个伊这个性呢，伊要搁咧发育吼，所以即阵五号呢会让它好一点点啊。这五号啊应该是安尼来用得晒哦。这个物件呢，大概是啊，咱咧用的这个。这个中间哈，那么你也当去提这款呢，这个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肥料的这种使用哈啊，这我们就以听众朋友啊，你想做这参考，就是讲先了解大概是，因为我唔知讲你的土壤大概是啥物，那是较黏，那么你就用益根宝个先处理一遍。啊，你讲还好，我这袂讲足黏的哦，啊，之前有处理过益根宝啊。那么你这边就搁加用一遍这个青海绿藻哈，那么过来落一点点啊五合啊，啊先用，当当时用啦吼，但是五合啊这量呢啊用少一点哦，比如讲咱无搞，咱会当个补哦，无搞咱个补拢不要紧啊。这个像你这种长呢，那么这一长呢不能超过300公克哈，这一颗呢不能超过300公克啊，这大细长。那么一般来讲是有这款呢，这情形。那么详细来看讲，看卖者吼，这啊，有诶讲是毋是黄龙哦？黄龙最主要的是这个叶脉哦，这看起来应该不太像哦。这因为你这枝尾拢正常诶，这叶啊拢全面反黄哦，所以这应该是含毒水含这个经济站落雨有足大诶这个关系啊。今年足侪这个油啊拢有这种诶这个镜头，咱听众朋友啊，一定爱小心，包括伫山顶这伊也是。较早，并讲伊虽然伊是山顶，但是较早伊那是一个梯田，因较早往那有播产的哦。这其实啊，伫迄种所在咧种哦，还是会有一点点问题啊。就是讲那水少无啥要紧，啊那无呢啊，也是要小心哈。那正经那是搁较严重，甚至爱去甲落坑哈啊，这增加伊的增加伊的这个透气性哈啊，并讲像正经磨刀哈，磨刀呢都啊，因是不是拢落雨哈，这个。啊，堵水堵啊足吃力的吼，所以呢，堵水嘞都拢啊都拢黄去啊吼，所以呢，这点呢一定爱小注意点。这一般通常是这个啊根部的这个现象哈。那么用这个青海绿藻料，你也当配合这个啊龙鳞菌哦，龙鳞菌呢做回来用，那么这个效果呢应该是特别的有效哈。这大概是安内解输用的解方式。那么在后面哦，你也当抓药的时阵哈。那么你也当去改喷一束啦，哦，因为这阵你根足弱的，你落里涂骹，它吃的量其实很有限，所以唔通落济一点点啊就好啊，吼、哦、啊！但是伫后面咱得当用4美8钙，吼、哦，这4美8钙呢，啊，佮喷一下，吼、哦，这个效果呢还可以啊、哦、啊！所以你伫即个多管齐下，爱当改处理哦，好势。那么就提供予咱就以好朋友，吼、哦，你小做者参考啊、哦。来，哇，只剩下5分钟。哦、好，我再来看一下哈。来，最后这5分钟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听友好了。这个是听友，我看一下啊。好，来一军哈，一军的问题，老师一共也在秋葵，这是客欠什么款的弯手，是不是白糖海要怎么处理？它是有机栽培哦。嗯。因为应该，
缺少元素哈，未只食烂啦哈，这一般人啊，看到这个叶啊 QQ 哈啊，然后呢就有一个这个作成病毒病哈，但是呢它又无迄种这个了安尼 QQ 摇摇这款呢，这情形哈，所以呢一般通常是有一个这个叶产哈，叶产啊。那么这个在咱秋葵哈，秋葵你也是去甲种的时阵，多数拢会去拄到这种的这问题哈，这种一定爱注意这个叶产哦，叶产的这防治啊，这种这个叶产去甲去树去接哈，所以这叶啊的安尼 QQ 哈。那么所以呢各作成这个病毒病它就展不开齁、哦、所以那么甚至叶脉变黄齁、哦、这但是因为你也无一种牵纹齁，所以这一般通常咱是较少去改判断公司这个这个病毒病齁、哦、所以基本上齁、哦、这应该叶啊齁一点啊这个可能爱心第一个齁、哦、这叶啊摇摇 QQ 呢大概第一个咱拢会先去想到齁、哦、这是不是就是这个叶产齁、哦、这叶产的这个这危害啦齁、哦、这基本上真因为那些就标准的齁、哦、这种叶呢就会求得真歹看齁、哦、所以这应该是这个叶产之类的这个那么以及吸食以及的汁液齁、哦、所以叶爱求啊也这个变色啊呢齁、哦、所以大体上齁应该是安尼齁，所以看不出来是这种缺少什么这个微量元素啦齁，还是什么款的这情形齁，所以这个大概是可以比较清楚齁。那么你在这个有机栽培来对齁，这种这个叶蚕这些小型害虫齁，那么这种矿物油剂齁，这对的输用，但是这个很矛盾齁，这种东西你在用的时候呢算一定要稍注意到齁、哦、那么因为这个蛇这种东西有的它也会这个 QQ 齁、哦、这个较容易呢就很容易去受伤齁、哦、所以咱尽量齁、哦、就是说你用这个矿物油你大概正常你可以用到300倍嘛齁、哦、咱这种精炼过这个矿物油你原地可以用到300倍，但是你现在不可以热人你不可以用300倍，那你只能用到差不多500倍，因为这个温度高的时候呢它很容易出现到这款的这个问题在的齁、哦、所以那么用这个苦炼油500倍齁、哦、大概是这个在页面哈、哦，这特别是叶啊，这后边面，那么你喷哈、哦，这尽量在这个有叶新红的这所在哈，一定要喷到胶纹哈，这大体上咱看得到应该是这款的这危害哈、哦，所以目前这个呢是拢会当用啊，话讲像这个苦参碱这种物件其实也可以，但是我感觉讲无论你用这个。苦炼油因为它含有一点点那种它还有这个油脂的这个成分嘛、哦、那么你纯粹用这个苦参碱、哦、它你苦参碱你单独的用好个不好，但是你若染矿物油的用还是染这个苦炼油的用印炼素这种东西的用效果就特别好，就是说它加一个那个油性的这个东西在用的时候呢这效果加就好了、哦、这是大概是这样、哦、所以这应该是一个虫害齁、哦、这个应该是这种叶产的这个这危害这种的危害齁、哦、这有当时在像含义港科的内底有一个叫做洛神花齁、哦、洛神花齁、哦、那么这个东西呢也是齁也嘛做假辣的齁、哦、这有当时在归窟啦齁、哦、就是说看不一块这个河坝呢齁、哦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一整片呢拢是这个叶产的这个危害齁叶啊摇摇 QQ 齁这种呢这通常是这个叶产齁这小绿叶产，那么在这个洛神花它可以传染一种这种 mycoplasma 齁这几个叶啊怎么 QQ 去变成呢几个拢 Q 做位这种齁菌子体齁植物的这菌子体的这个这款的矮化啦，叶啊无正常，这伫洛神花内底有，伫这个秋葵内底冇发现这种情形，所以爱提早吼、哦、再改做这个防备哈、哦。500倍矿物油，还是讲苦炼油500倍哈、哦。那么利用这个来防治吼、哦、包括这个印炼素搭配油剂来用这好个应该还是可以的哈、哦。嗯，时间的关系，2点钟的节目进行到这哦，明天见，拜拜。